很多人都说我卖仔很好笑，哪边好笑了？是哪边在好笑？好，那今天还是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把好伞，这把伞叫做登山伞。那它不但可以当雨伞用呢，还可以当登山杖。那这把伞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它可以伸缩自如。像我身高这么高的人，183，我就可以把它调到最高。那如果你身高比较矮的人呢，就可以伸缩这一把伞，就是这样缩，就可以把伞缩短起来了，伸缩自如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伞。登山伞呢，也是自动开的伞。哦，你看看这声音，声音响亮，力道强。那登山伞呢，表面上了5层的银漆，防晒非常的好。哦，5层银漆，摸起来感觉都不一样。啊，你摸摸看。哦，好。那现在呢？每个人看到新伞都要问一个问题，说能不能翻伞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当你遇到很强的风，把伞吹弯，吹这么弯，好，它伞还是不会被折坏。那翻伞，你的伞被翻掉了，这样折，这样折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收起来。再打开，仍然是一把好伞，登山伞，谢谢。